赵小岩大哥，仙儿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，玉儿妹子？大炮他被人算计，然后被抓了起来。什么？谁干的？居然敢动我男人！他姓白，假装大炮的徒弟，这才让大炮上了当。原来是他，当年他要在大炮所在的雷达站附近开采石油，大炮知道这样会破坏环境，严厉制止了他，没想到到了现在还在记仇。那我的徒弟阿辉呢？辉哥他